Go House。问号，这里是为什么字没有字中？我看着别扭啊。这是倒影吗？怎么这么清晰？这里是哪里？是梦吗？好真实的梦啊，哪里真实啊？好吧，还是先洗一洗脸吧。最后我是，手上有个数字哎，这里有个数字哎。然后我是什么呢？哦，推荐名字利姆利，利姆利 ，OK， 利姆利，这什么奇怪的格局？门后再一扇门，不要试图带走什么，也不要拯救任何人，生命可贵，不要乱舍弃，因为命绝条。真的，我好怕，是不是要重来吗？又怎么了？一个书写台放着笔记本，可以记录一些东西，把道具记录下来 ，save load。好，这样分有点怪怪的。有自动存档哎，不稀罕。摔死了，死。真的死了？我走太快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剧情啊，哎呦，少爷睡该睡啦、啊。啊，是哦，好，马上进去睡。神秘蔷薇花园，谁敢睡觉就把你吸进来。啊，这里是哪里呢？梦，好真实的梦啊！啊，等一下，该不是因为我死了的关系吧？所以这是新角色这样吗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原来我真的挂了，那我直接独挡会比较好一点啊。独挡看看好了。负二冷静点，恐高这种事我是要克服的。独挡一下好了。哦，高，另一边有路。我的偏改很好，一定可以的。通往地狱的道路，我要通往地狱往下跳就可以了，还需要路吗？好吧，一号角色就放一啊，原来路会闪烁。哎呀呦，差点闪过头。哇，没有仔细看我往哪边走啊？哦，这个是有坑，神秘的图腾提示。功亏一篑，有歌耶，好漂亮，好多星星，这里要十几次才能走过去呢，姑且先算个十次吧，好不？我想说怎么那么长？我真的一个陷阱都没有吗？哇，死人了！好不？神秘的呐喊。收集两边的钥匙，方可逃离此地。哦，我是想赖在这里了，你管我啊？我不留心砸死吧？别帮我！哦，对。
然后呢，回家。跳过来干嘛？让我存档啊！哦，好帅的特效！哪里哪里？这怎么了？我也想知道怎么了。好，打靶了。好吵啊！左边有地方可以躲。嗯，我还没回过神来呢。嘿嘿，怎么打靶打我干嘛？靶是假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再给他重看一遍。怎么这个地方先跑完，再让我存档？我不跑。嗯，跑不起来。钥匙怎么会在那边？然后我没看到，是要回去捡。这有东西挡着吗？没有注意。利姆利这快被吓死了。那桌子当成盾牌，可以挡住那些弓箭。那桌子呢？所以什么东西挡住了？我是被锁着头，死了啊？没有啊。怎么这里被打不死？所以桌子呢？青蛙过激。这个应该是 bug 吧？先把 bug 消掉，再重新打。哎呀，没有这么刚好。作者没有精心设计一条安全道路，这好像也不会死。这里也是安全地，这里就不是了吧？神奇距离。这里应该有个神秘地方吧？好吧，这期就这么简单。这好像也不会死哦。对，这里不会死。左边会偷袭。好吧，我们有神秘小径，我们走神秘小径就好。下面一发，上面一发。这里好像……这里有发挡住了。好了，简单通关。这边不好过，这边两个，这个靶会，这边两个是重叠的。这一行是安全的，这一格是安全的。滑鼠大显神威，不小心点到，厉害了。好不？不是这把啊？什么？你脑残吗？你脑残吗？你是脑残？你真乐观，加油！砍头！收割上面的地，存档呢？管用什么方法，就要快点逃离这里。好不？跑跑跑！有坑！他要掀地毯吗？我想看，给他掀掀看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啊，是啊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？啊？我至少看一下攻略，角色会有差异啊。角色会有特殊的技能差异，让在这通关的时候有不同的特技吧。但是这里好像是只能一直往前跑，这也就是拼时间的样子。嗯，倒了啊。嗯，还是不对耶，还是有 bug。换一只角色看看，打开门。哦，直接从这里开始啊？有没有帮我记录啊？那我来看看。突然又跌倒了，嗯，他没有跌倒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看来女主角是必死无疑了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利姆利是没有未来的。这个壁纸地板，嗯。跟刚进来的时候很像，只有前进才能知道。电梯没有不见欸，可以再带一次吗？没有，废物。冲，看都不给来看。那边是谁啊？那是开始那个女主角吗？利姆利吗？500 kg，以他的。这个大小来看，我觉得500 kg 是不是有点轻了？应该有一半是空的哦。那个大小少说也要500 T 吧？100个以上训，果然有偷偷记录，好痛。最后的考验 ，final test，final 有大写 ，test 没有大写 ，final 是重点。爸妈怎么了吗？好想出去，你也留下来陪我，好。哦，砍头，好吧，开心就好。他怎么砍我头的？都没有预设跑步。嗯，完了，没地方跑。哇，这娃会不会挡路啊？果然挡路了。好，这样子。OK， 慢慢走。哎、欸，挂 B， 挂 B， 作弊仔。喂、OK ，瞧，这么简单。啊！哦，手会穿墙，作弊仔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刚刚不是没事吗？为什么要死了？我这个超越了我的智商啊！
连我的智商都无法压制他吗？上下上下，迂回，会自动帮我除错。我怎么还追出来？给我喘口气呀！上面还骗我，生如此困难，生后面呢？不如死啊！恭喜你成功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。好啊，就这样，我回家了没啊？我到地狱里去也是离开这个鬼地方啊。我的管家还在等我欸，我那个家族要我去治理欸，利姆利就永远消失了欸。好吧，生命 for play 了，感谢我的游玩，就这样没了啊。结局会不会太弱了啊？我是金头发的修女，好像要剃头发欸，这是哪里是梦吗？好真实的梦，为什么要复制贴上啊？克雷莎，好，神父大人，主教，神明，我不在睡吗？这些人都睡到不知道路了。这里果然有存档，有圣水啊，好吧，走，快出去，好，又要被压扁了。怎么会掉出来呢？口袋破了个洞，运气真差哦。它的特殊效果，有神在保佑，太强了，运气太好了，神明大人。那你倒是用圣水泼一下这个奇怪的小孩啊。上面是我的死亡次数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怎么超过百次训？要不是他一直跌倒，谁啊？那个谁啊？利姆利一直跌倒，我也不会这样。对面换人了欸。话一样，好想出去，你也留下来陪我好。圣水有效果欸？有什么效果吗？没有啊，是死啊。他没有手，所以估计是圣水发挥作用了吧。等一下应该是不有手出来追我了。他没有他直接没有闪现欸。但结局应该不会变。所以说如果我前面都没死的话，这条路就会很通畅咯。这条路会一路大通畅。傻逼东西。忘记他会追出来了。对，他卡死在那里，就这个在那里了。恭喜你逃离了。然后就没了。好，没事了，大概就这样了吧。结局会不会太空虚了呢？是不是我日记没看完啊？所以有问题。梦醒时分，醒醒醉啊，真的醒了，好吧，醒就醒了。